今天是2020年7月12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3:02。主胸部啊，好像有压紧的感觉啊。我看到一个飞利营呢，一个飞利营呢啊，飞利营呢，飞利营呢，飞利营呢，然后呢，从飞利营里边，飞利营里边啊，下面跳出来一个东西，发光的啊，发光的。然后又照了飞利营，又照了飞利营，然后又跳出来一个发光的，又照了飞利营啊，又照了飞利营，又照了飞利营，又照了飞利营啊，又照了飞利营啊，又照了飞利营，然后那个感觉越来越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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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的汽车都看见了啊啊，然后这个飞利营找了一个，上找了一个大流啊，找了一个大流，挤下子啊，找了个大的挤下子，找了挤下子，哗，摇了几下子，然后走开了以后，然后又造了飞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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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轨迹都看得见啊，那些轨迹都看得见啊，轨迹都看得见啊，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发生，整个。未来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啊，未来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